从八六年就上来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在这个车上工作啊，就比跟我爱人待的时间都长。就我一待十二个小时啊，对我来说是我第二个家。基本就相当于汽车的油门一样，就这个杆儿，对，就是气门，就是它的动力啊，它的动力就来源于这个锅炉燃烧，把水烧开了以后产生蒸汽，利用蒸汽变成机械能推动火车前进。时代在进步嘛，社会在进步嘛，再过两年都退役了，这心里多少有点挺难受的。